纽约来的品牌。其他的身高蛮适合的，我要叫我们更高。我们162左右，哦，我们两个差不多高，差不多高，差不多重，差不多高才能穿，差不多小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包包，我包里面真的没有装什么。首先一定是钱包啦，不是大的钱包，因为里面要装很多东西，根本都没有钱。想到化妆包，女生必备。我化妆包里面，这真的很有特色。化妆包里面有放咖啡，因为我们喝咖啡，水眼药水，然后口红三支，眼三支，然后还有耳机。耳机我想要用这一种，因为呢比较不耗电，我手机很容易没电，所以一定要有个大的行动通。而且是小米大力推荐哦，它无线的。接下来一张呢，我怕我会饿血糖低。然后计算机呢，去杀价的时候用，例如逛街啊，哎，老板去个尾数，拜托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我去，这是的牛蛋。杰尼龟。对。杰尼龟，我很想问他一句，嘿，杰尼龟，你可以借我一点钱吗？杰尼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开箱大概就这样子。